张口说自己做错了吗？有什么话想说？回到家感觉怎么样？孙安佐微笑地抬低音，冲破人群接子。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紧不要紧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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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小心小心小心，来大哥，我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慢慢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小心哦，哎，来慢慢走，小心小心，不要跌倒了，不要跌倒，对对对，小心不要跌倒了，小心小心，我们守规矩吧，好不好？不管。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后面的人都会爆炸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慢慢走，慢慢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这一片混乱的现场，全因在美社恐攻被逮至今261天的迪英和孙鹏独子孙安佐终于回台了。他的返乡之旅十日从美国华盛顿起飞，再由旧金山转机，台湾时间11日晚抵达桃园机场，大批媒体守在入境大厅，押解车也在外待命。我是比较赶一点，我们要到时间，所以各位大哥麻烦谅解一下，谢谢谢谢。飞机于晚间8点降落，孙安佐在刑警戒护下走出空桥，双手并未上铐，他手插在口袋中，从容迈步，神色自若，也不回避媒体拍摄。孙安佐，知道自己做错了吗？有什么话想说？回到家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先回来再说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刚刚我们的动线，就刚刚有讲过话了吗？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我先去40吗？孙安佐一现身，立刻遭现场媒体围堵抢拍。迪英半路低调加入人群，突破人墙接子。孙鹏也揽着孙安佐的腰，护子心切。你们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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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。随后，孙安佐先上车离开，前往士林地检署。孙大哥，等一下，你简单讲一下好了。这个会怎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先，不用碰，不用碰，先让我们回家，然后我会记者会，到时候再请各位媒体先进过来，我来做说明。后面有电梯，头好痛。拍下来。孙安佐走出接机大厅，一阵混乱，丁还被 K 到头，面露痛苦。孙鹏夫妇接着上了另一台 Lexus 轿车离开，上车前孙鹏还被捕捉到眼眶含泪。他是坐在你旁边吗？坐在我后面，他就都坐在位置上，只听就看他事前上厕所一次。也有另一名旅客表示，孙鹏每小时都会刻意上厕所，顺便看看儿子的情况。晚间10点半，孙安佐抵达士林地检署接受侦讯，孙鹏丁也进入侦查庭接受检察官侦讯。近一个半小时讯问后，晚间11点，孙鹏一家三口离开地检署。孙安佐限制出境、出海及住居，当晚就可回家。来了，先去过一下，小心上车吗？没线，没线，不是我的线，不是我的线，绳子在这边，打到我的头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好，让他们上车，让他们上车，让他们上车。我们会再说明。谢谢各位，好，小心，小心，谢谢各位辛苦。抱歉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